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正在测试，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的新品种。那么这个新品种它是一个微型月季，并且花比较大，4到5厘米。那么它有什么特点呢？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颜色的是渐变的，刚开始是很浅的粉色，随着开放粉色逐渐加强，等到花打开的时候能看到花心里面是隐约的浅橙色，花完全开放它的浅橙色凸显。也就是说你种这一盆花，它会随着开放的过程呈现不同的色彩。另外一个特点是微型月季里面非常欠缺的就是超级浓香，它的香味是什么？古典的老玫瑰跟强柠檬的果香混合，而且非常持久，很少有一朵花从刚开放一直到快要凋谢依然有着浓郁的香气，这个品种做到了，并且它是一个微型月季。那么它拥有微型月季其他的特点，花量大，很容易爆盆，适合很小的空间、小的容器种植，一个非常优秀的品种。好，这个品种就介绍到这里，喜欢记得点关注，我是天狼，下次再见。